今天中午的监测点，无人机监测到一头小象掉进了河里，河水还很深，大家都为小象捏了把汗，情况到底怎么样？一起来看。午休时间，无人机监测点围满了工作人员，大家密切地关注着象群的一举一动。原来有一只小象掉进了河里。河水对于小象来说还是有点深，它都没有办法控制自己，周围的工作人员都为他捏了把汗。啊，趴，对对对，他趴在，哦，趴上去了，趴在他的身上，爬上去了，能呼吸就没问题。河水一度把小象整个都淹没了，象群看起来却很淡定，但是监测点的工作人员不太淡定了。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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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，陈，不要再滑下来了。不是让开嘛，不要挡着嘛。啊，上了上了上了，上上去了，上再上去，不要再滑下来了。不是，他赶紧让开的，往这边走，往这走。小象还不是要调整一下呼吸的吗？那个大象的腿还要拦着它呢。是吗？对，它应该拦着它呢。我们是。哎，又滑下去了。幸好有专家在场。你们看有危险吗？这个小象？其实没有危险。嗯。其实它不怕水。它不怕水啊。对，大象一出生以后啊，它差不多个把星期，它的妈妈就会领着它下水了，也开始去这种体验。